梦现场，他们的梦，他们的孤注，最激动，微弱的曾经，他们的未来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空，还要一直拼命的走着，用尽全力奋斗着，然而这也是我的生活，在梦想之途前进着，拿起了电话说妈妈我还好，我回到了现实，继续解决我的温饱，我被别人说好，也被别人嘲笑，但从没被现实打倒，飘向北方，别问我家乡，高耸孤楼的城墙沉重。